参加法会，借由忏悔生口意，安定身心，解脱烦恼。水陆法会经由与会大众一同发心随起参加而共同成就，成长法会的功德与所有的众生共同获得。若能够一念虔诚，就有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存在。那个呢，这个啊，咱在讲啊，这个四年后，这个中阴身把拢来邀请来，拢嘛是啦，搭奉请来哦，会当互因得到啊，哦，这个啊，佛陀的滋润啊，甲得到这阴识啊，互因会当啊啊，这个得到啊啊，这个将心会当得到啊，这个佛法解脱吼，也、哦、这个啊。这身躯啊，啊会当得到这法臂这个吼，啊会当啊这咒语啊这个加持呢，吼因会当得到饱满，会当得到法力充满安尼吼。啊，咱做这水疗法会，不但讲啊会当护国佑民，吼啊，咱啊做的时阵啊，会当对咱祖先啊会当啊超度，会当离苦得乐，对咱用上的人会当消灾免难，吼。啊，增福增慧，吼，爱当啊啊，咱全家当吉祥如意。参加法会主要是通过礼敬、赞叹诸佛的功德，并忏悔自身的身口意三业，来安定身心、解脱烦恼，为自己找到生命的智慧和意义，这才是真正的超度。十方新闻郭一文、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